手没有享受，前面陈立焕快攻机会，左手摆进，这是这两天少见看到的梦想家快攻机会、哦、快攻了，转正球又插到球了，又插到球了。现在梦想家气势很好，暂停，暂停，这个三分球，这已经暂停了。现在两队回到了四分差，往前给，完全的空档，被吴家俊，哈哈，大逼哥给挡了下来。这个回防意识真的有够强的，哇，都是立焕的局。阿吉来到心脏地带，再回给 Julian Ball 投一个三分，这是他把握住了。剩下五秒钟喽，好球，两个好球，出手巴德比特，关键的一球，投进一个两分，关键的中距离，今天最关键的一球，真的。阿吉弧顶三分还是有，梦想狙击手这个时候来一个三分球，李俊吉把人给带开，空切进来。陈正杰要到犯规，这球 N1 进攻，哇，好球、哦！哇，吴景要掀开了，全部人都跳起来了，一楼跟二楼的。老吴这边收球，必须赶快有人来帮忙。失误了，躲过一个回场，只有一秒钟。老吴三分出手打到框的前缘，进攻篮板还有重新十四秒的机会。大魔王吴俊祥力道短，那这边梦想家有反攻机会。阿吉空档了，切到禁区，右手摆篮两分有，林俊吉，哈哈，被队友直接抱起来了，梦想狙击手。快点，现在前面二打一。陈立焕掉给陈正杰，篮底下摆进去了，哇，差一点点放枪，最后球还是进了。再来执行一次，最后的五秒钟，给到 Gilbert， 关键两分，把比赛重新打回了四分差距。最后的五秒钟，吴俊祥最后直接出手打板，结束了。最后篮板球落下来，主场的台新梦想家95-92。之差在主场守下这场胜利，恭喜台新梦想家。